大家好，这是一款600型自动进料锯末粉碎机，该机采用双进料口进料模式，平行进料口宽度60公分，进料口采用皮带式强制进料装置，可人工或铲车直接上料，可粉碎各种边角废料、树枝秸秆等各种农林废弃物。侧进料口可粉碎直径15公分以内的各种原木、方木等粗一点的木料，一次进料粉碎出来就是3-6毫米的锯末状，小时产量 1.2-1.5 吨左右，可用于加工各种压缩板材、生物质颗粒基质木炭等，用途广泛，感兴趣的朋友双击加关注。